们好好欣赏吧。我们现在从秀峰阁离开哦，因为我租车，我们要开车去走走。然后我们 GPS 其实我们都不会用，太难用，跨博。不是太难用，是他导的地方要用电话，然后只是我们电话都还不太熟悉。这间饭店，老婆讲一下感言。住得很棒，超棒的，早餐也很好吃，就很像真的更高级的怀石料理。那晚餐不用说了，晚餐就是真正的怀石料理，对啊，从头到尾都有人服务，你要送到就是送一点一点的慢慢送到房间，那你可以在房间慢慢享。然后早餐还不错啊，其实它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富士山，你吃完饭可以去外面拍照，蛮好拍的，真的超好拍，没骗你，真的有生意来一次也不错，至少出门走走看看花也不错了。我们起步喽。左右转，其实碰法好像上是左，下是右，然后我们上是右，下是左，对吧？在地拢开这紧啊，我多拢不是在地。哇，幼稚哎，是吗？春日部防卫队嘞，他们就是宇宙春日部防卫队。起来了，因为我有外面，后面有比较多格，你比较好。你看这台白色的真好。然后，我还没讲完。然后我原本是想说，在您的左手边。原本想说啊，就洗一洗没关系，就不给他那个。然后结果呢？我才想到啊，我等下怎么擦衣服、擦身体？然后这个20滴又是额外的，然后就想要擦身体没擦，因为我有时候身体没有擦很干。后来呢，我走到里面洗完澡，走到室外的时候，那个凉意突然觉得干泡下去啊，我头怎么那么冷？原来我就看其他两个人，因为我那时候进去有一个阿东，有一个外国的，像。美国那边的，然后另一个是好像当地的，然后一个老先生，然后他们都把毛巾放在头上。我说干，难怪他们头不会冷，我头超冷，坐下去不到5分钟，我就马上起来，然后穿连擦都没擦，因为我没有毛巾，我就把衣服穿一穿，直接上铺，回到房间拿一截毛巾下来，我都快受不了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洗完头了，然后。就去外面，5点多的时候，外面超冷，然后泡的时候，那头冷都快冻僵了，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了。然后还好拿毛巾下来的时候就比较好了。然后我们已经到目的地了，走下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这里，看电视。我们现在去这里，我们呢？西湖一根肠，然后这里，我们是因为有去饭店，所以他给我们就折价50块，
然后是九点开始，现在十一了，哎，还没十月吧？哦，十月，所以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，这个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西湖里根厂。哦，对不起。小叶拍木桥，是木桥，我们没有打算走，被老婆打枪。你要去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没有，我去洗瓶子就上桌。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变色了，慢慢的在变色了。然后旁边的已经应该是用喷的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用喷的，哇，其实这里安静，然后感觉还不错哎，这也可以拍。西湖里歌唱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找柴高。我们现在要走去。底歌唱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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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。我们到了，入场。好。现在在富岳峰穴的路口，要往里面走。然后因为是要走过森林小路，所以刚好去买票。有住宿，有或是去观光局拿的话，会省50块。像刚刚那个西湖里根厂的一样，我们刚刚住饭店，所以它乘500块，50块的日币。这是记录场现在是300，然后可以算一下，这样换算台币多少钱？其实说实在，来到这边玩，根本也不会说啊，换算台币会多贵啊，怎样啊，日币怎样啊？其实就来开了就跌了，就花了，是这样。来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森林，茂密的森林。这都是火山，是吗？那我跟我们干去嘛，我先拿一个砖块把它打掉，啊、拿走啊。然后里面真的有点冷，我就穿一件这样，有点冷。这边是森林，然后会有龙猫跑出来。买票，这个。哦，discount。没有。这个嘛，风穴，你看到？对啊，就这个啊。哦。这个。就这么的，说明书。哦，要加湿，要加湿。不给，你要带吗？可是有人不用带。真的吗？到了富岳峰穴，
往下往下走，那这边海拔1000公里，海拔1000公里，看到没？很高。那我们想往下走，老婆。好，走。哦，就是有很多人来送这边，然后等下要进洞穴里面会有点暗，所以拍摄应该不会很好。是挺近的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暗，这很像，而且听说很冷，而且往下走，哇，真的有风哎，好冷，还要滴水。真的是世界奇观。如果怕滑倒掉，这滑倒滚下去应该重伤吧？我看一下，我滑走的样子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好高哦。这个，它这个还有一边是120公分而已，所以。身高太高的人，他妈优势真的是很低，然后蹲低一点。我现在已经蹲低了。所以就这个120公分，还好，他妈我一六五而已啦，身高不高啦。你看在头顶上，这多高、啊？哎、欸，多低呀、啊？哇，这真的有点冷，我们才穿一件而已。还是冷的，那上面一直在滴水。啊，进来一定要戴安全帽，对吧？中午是在哪里？看不到。我看不到，龙岩钟乳石，你在哪里？它打光的这应该就是这个建成啊，这个。哦。你觉得外面石头？然后这边要投低一点，因为身高优势啊，没办法。哇靠，这个也太低了吧。然后这个来，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个很低好吗？这个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身高齁、哦、身高齁、哦、有的地方身高高有是优势啊，还好我们两个都身高啊。我这边很长，那两分钟逛完，我觉得我们进来已经2分钟。有了，然后这边真的，里面真的很冷。天然冷冻库。天然冷冻库，难怪很冷。饮料放在这应该，你也不用电啊，住这也不用钱。多棒，天然冷冻库，它就是这样放的。等一下啊，然后要走回来啊，先往前拍啊，先往前看完再拍啊。啊，等一下还说那个啊，它是这样放的，你看，产卵那样。龙岩，抵啦！所以先逛完再拍啊，没关系。我们到底部了，底部风穴其实真的很冷，就是看看之前的人怎么保存的。然后那边好像不能走，那边还有路可以进去，有看到吗？
等到凉。好，那就这样哦。我们来到了冰室，然后现在去冰室，往这边走。好老婆，顺路。然后因为我们，因为自从去风穴之后，就是冰穴很，那风穴很冷，所以我们都穿衣，都穿把衣服都穿上了，来先看，都把衣服穿上了。我带那个，要不然等一下去那边，刚有看指标牌，最小最低温到零度，四到零度之间。嗯，除非我们要在日本感冒。今天只有零度，今天负三内零度。对啊，就是啊，你看这越来越低了，然后呢？哎，他说螃蟹走路就是，嗯，真的是，来来看，这只还是最低的。来看我们，你看，我们是这样走路的，都已经蹲下来了。有没有？走啊，慢慢走，这是啊，很辛苦嘞。你看，就这样走。哎，你要滑倒，你手拿相机。对。哦，这会滑，那直下不上吗？对啊。冰啊！哎呦，有冰哎！这有冰哎，这是冰哦，这是真冰哦，不是假的哦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先生们，先生们，这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人投钱祈求一下。好，然后现在往上走了。我老婆往走前面。然后这个冰长期都是这样，而且这下面真的很冷，没有骗你。走吧。那才好啊。
进去的人先这样，拜拜。